好，咁而家點緊名嘅 好，俾多30秒啊！大家點埋個名啊，因為我見到得5個人。好嘅，點緊名嘅，好，大家 click 入去啦，咁樣嗱，咁大家都要有一個 manner 咧，就通常出席咧唔好啱啱準時到啊嚇，咁有機會遲咗20秒鐘咧，咁就睇唔到個店名 Google Form，所以咧通常早5至10分鐘入咗你先啊，咁呢啲你哋喺度慣噶啦 好。咁我哋咧就好，首先咧我就會開始個 revision notes。咁個 revision notes 咧就係涉及 topics 咧5啦同埋11嘅。咁我就會逐個嚟嘅。咁頭9個字咧，我會講咗五先嘅，跟住個最尾嗰一個鐘咧就會講11嘅。OK。好啦，咁咧，咁我冇理由逐版讲嘅，你会好辛苦嘅，因为自己都睇得明，所以咧，你会见到我会由第几版开始提你先咧。咁你发现咧，我呢份嘢分咗3部分嘅，咁你揭去呢份嘢嘅第二部分啦，就系咧 part two， 我哋 cam 最着重嘅嘢啦，就系 equation。所以你打开白色呢份嘢，哇，呢份嘢都成38页嘅，系咪啊？好，咁樣咧就如果唔同你咁消化下咧，有時你好難睇嘅啦。揭去 equation， 即係第幾版啦，就係、是、你哋依份嘢嘅第16頁啦。OK， 第16頁咧，咁有啲咩 equation 咧？嗱，涉及 topic 5咧，唔係好多條啫，係咪啊？咁所以咧，你發現咧，大概去到第21版就完啦。OK， 所以你望一望啦，由16去到21，系咪啊？第一个最讲得最多咧就系 combustion 啦。咁当然呢种咧，我哋叫 complete combustion， 就系出 CO2 and H2O only 嗰啲啦，系咪啊？即系话冇 CO 啦，冇黑烟啦，系咪啊？产生啦，呢啲要写到啦。好，另外咧就系讲空气污染啦，第25课系咪？咁咧最特別咧就係個 N2 咧同埋 O2 反應咧喺 high temperature 咧高温底下咧，竟然會進行一個反應產生 NO 啦，依只嘢係有毒嘅。跟住依只嘢亦都唔穩定咧，會再變 NO2 啦，依只嘢都係有毒嘅。依只如果你記得，我哋後面成日出現呢只 brown gas 嚟嘅。好，咁呢只嘢咧，原來遇到水咧會產生呢啲 nitric acid 啦，係咪啊？咁亦都有機會咧，進行一啲嘅化學反應，產生 SO2， 產生呢啲啊。依兩隻都會產生酸雨嘅。OK， 咁就係因為依兩隻係酸嚟噶啦。呢啲公式要知啦。好，跟住咧就點樣去減低啲 air pollutant 咧？係咪啊？咁包括點樣減低 CO 啦、減低 SO2 啦、減低 NO2 啦，係咪啊？仲有乜嘢污染啊？譬如依啲啦，或者 unburned hydrocarbons 啊，嗱依啲嘢全部降低啦。好，所以你見到咧，第一條式最成日出現啦，就係 CO 同 NO 咧，原來喺個 catalytic converter 裡面咧，喺車嘅死氣喉之前咧。就有呢個咁樣嘅化學反應啦。咁咧，呢個 catalytic 咧，咁即係需要有 catalyst 啊，係咪啊？個 catalyst 咧，究竟係乜嘢 catalyst 咧？咁樣係咪啊？咁咧就係呢個啦 ，pentium 同埋 rhodium 啦，係咪啊？咁 converter 係 convert 啲乜嘢咧？咁咧就係由啲harmful 或者 toxic 嘅嘢變咗做一啲冇毒嘅嘢啦 ，harmless 嘅嘢啦。咁呢個就係個 convert。嗰樣嘢啦，嗱，依3條公式要背嘅 ，OK？ 好，咁另外咧就係其他嘅啊，譬如 SO2 啊，會產生酸雨嗰啲啊，啊，咁呢啲嘅反應咧，亦都喺27課有曾經講過嘅 ，OK？ 好，咁另外咧就係alkane 嘅反應咧，不斷講 complete combustion 啦，係咪啊？咁呢啲嘅例子咧要寫得好熟啦。好，另外咧，亦都有機會現 complete combustion 咧，佢就有機會出到 CO 啦，或者 C 呢啲黑煙嘅嘢啦。
OK， 另外一個好緊要成日考嘅 substitution reaction of alkanes 啦，啊，咁咧佢就會佢就會濕嗱，有幾多個 H 咧，佢就可以濕到幾多條噶啦。咁譬如有四個 H 咧，佢就可以濕一個，再濕兩個，再濕三個，再濕四個，咁就有四條式噶啦。所以如果 CnH2n 加二嘅話咧，嗱，所以佢就應該濕落去咧有成 2n 加二咁多條式啦，係咪啊？所以如果得四咧，咁就寫到一二三四條式啊！依個一二三四就係個 H 幾多個嗰個嘅數量啦。好，咁依啲例子應該明啦。OK， 好，另外咧，我哋就要講一講佢哋個，我哋叫依啲叫 mechanism 啊。其實依個咧就嘗試去解釋點解佢會進行 substitution。咁你發現喺我哋嘅 organic reaction 裡面咧，我哋淨係 only one，OK， 淨係得一種 equation 係有得解嘅啫，其他要入到大學先解啦。就係、是、唯一啊，我哋會解嘅咧就係呢個 substitution of alkane 依個反應啦 ，OK， with 嗰啲 halogen。咁你發現咧就分開三部曲嘅，第一部曲咧就係 chain initiation 啦，係咪？咁咧就係藉住 UV 咧產生呢個 free radical。啊，跟住咧就由 free radical 咧就產生其他嘅 free radical， 係嘛？咁啊，最後第三 chain termination 啦。OK， 好，咁樣咧就好，跟住 alkene 咧嗱，呢個反應更加重要啦，就係、是、會進行 addition 嘅反應啦。咁包括咧從 add 啲 bromine 入去啦，包括咧就 add 嗰啲紫色嘅 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nganate。咁呢個咧就會 add 咗做 dino 啦。OK， 嗱，依兩個都係屬於所謂嘅 addition reaction， 好重要嘅反應啦。好，最後關於第五本書嘅反應咧，就係、是、addition polymer。咁咧就 general equation 就 monomer n 咁多個咧，就會變 repeating unit n 咁多節啦。OK， 咁咧我哋個框架就係依個嚟嘅。n 咁多個嚇 CC double bond 咧就會變咧，就個 repeating unit 啫，跟住咧就變咗一個好似大家 HN 咁多節啦。呢個係好緊要嘅一個即係、就是、基本框架去寫曬後面嗰啲啦。OK， 咁所以問題就係嗰四個係咩位咧？嗱，依啲要背嘅噃，係咪啊？譬如第一個係 poly 二酰，無論 low density、high density， 四個都係 H 啦。这些要背的。Okay， 另外三个 H， 一个是 methyl group 的话，那个就是 propene 变成 polypropene。Okay，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过去这两年里面我们的疫情呢，这个口罩来的是吗？那个 mask 呢，你发现呢那个口罩呢，那些尤其是中间最重要 filter 嗰个电离，即系有一个静电嗰个吸引力嗰个咧，其实就系呢个 PP 嚟嘅。OK， 咁啊好重要嘅，即系其实我哋嘅口罩用咗好多 PP 嘅。OK， 好，跟住仲有 PVC 啦，就系三个 H， 第四个系 CL 咯，系嘛？跟住咧就系 polystyrene 啦，就系三个 H， 第四个系 benzene ring 啦。OK， 嗱最难背应该系呢个啦 ，perspex 啊。咁咧就係有兩個 H 啦，跟住第三同第四個咧就係一個 methyl group 啦，另外咧認呢個係 ester 嚟嘅。OK， 咁依個名咧長得滯啦，長到個程度咧，我哋唔叫佢做 poly 呢個名啦，嚇，即應該叫依個 poly 乜鬼噶嘛，係咪？我哋就叫咗一個短啲嘅名作出嚟嘅，叫做 perspex。OK， 有機玻璃。咁呢啲要背嘅全部都 ，OK， 好，咁三十一咧就唔系呢度我哋要讲嘅嘢嘅，咁所以咧，咁呢个就好，咁一阵间我哋啊半个钟头后先翻翻嚟呢度继续讲埋第十一个 topic。好，而家咧跟住我就随即咧就去到你嗰个紫色啊喺开学嘅时候派嗰、那个。DSE Cam 常犯錯誤及延伸題目，咁你揭去咧就係、是、第幾版咧？就揭去第23頁啦。咁23頁咧，啱啱好就係 Topic 5嘅第一條啦。
OK， 咁同你做抽啲嚟做咧，啊，等你大概知道下咧啲啊，其實都有機會，我講得快可以做曬添。OK， 啊 ，suggest 一個 chemical test 去分 distinguish 依兩隻嘢啦，依、这個 ethyl 嚇、啊、ethanol ethanoate 嗱 ，ethanoate 即係 ester 嚟嘅，係咪啊？咁佢就係有一個嚟依個 ethan 啦，係咪啊？跟住依個咧就黐咩？就係黐嚟依個兩節 carbon 啦。跟住先咧有個 double bond 啦 ，OK， 所以呢個咧就黐依、这個，咁每個 carbon form 四個 bond 噶嘛，係咪啊？所以冇唔夠嗰啲就加翻 H 咁就得啦。嗱，依個咧就係呢只，好，另外一個 SO2 先嚟啫，咁咧就係呢一個啦。OK， 咁咧 SO 咧就係兩個 carbon 全部都係 single bond 冇 double bond 啦，咁就依個啦。好，咁呢兩隻有乜嘢一樣，有咩唔同啊？嗱，最大唔同嘅就係呢個位係 double bond 定 single bond 咯，係咪啊？咁所以有 double bond、single bond 點測試啊？嗱，啲同學好中意咁寫錯噶，佢就話加 bond 面啦，好似啱喎，但係呢個唔係咁理想嘅。另外咧，佢就話呢個嘢咧就會令到呢隻嘢變 colourless 啊。咁個問題咩咧？第一咧就係呢個咧要講一講，要喺 organic solvent 嘅。如果唔係咧，咁樣講咧，就唔係咁專業啦。另外一個咧，要有一個比較式嘅。你淨係話呢一隻嘢會變色，但係冇講另外嗰只唔變喎，係咪啊？所以要有一個比較式嚇，兩隻有咩唔同？仲有咧就係要講前後式啦。你要講呢個係 orange 變咗做 colourless， 就唔可以話淨係變 colourless 啊。所以睇下個答案啦。所以第一樣嘢咧，要話俾人聽咧，現 organic solvent 啊。當然，如果再勁啲，你就知道咧，可以用呢個 111 trichloroethane 都得啦，係咪啊？直情係咪你可以叫做 organic solvent， 或者直情舉我哋最常用嗰啲例子啦。OK 嚇、啊，咁就另外咧就係、是、要話俾人聽個前後式啦。譬如由 brown to colourless 啦，係咪啊？白啫。另外嗰隻嘢就啃落嚟，咁樣先係一個比較式嘅。OK， 咁如果你唔寫 brown 咧，你寫 orange 咧，我哋公開時都接受嘅。咁 OK 啊，所以咧嗱，依、这個真係好有意思噶嚇、啊。我哋成日都係犯呢啲好小嘅毛病，但係咧明明識嘅係咪啊？但係一分都攞唔到啊，係咪啊？嗰兩分啊，有陣時你哋咧係咪爭？有時爭七分八分就 up 一個 level 啦，明明 level four 嘅。係咪本來 three 又變 four，four 變 five， 哇！即刻好唔同噶啦。好，第二條咧，佢話 give the systematic name of 依個大 basic acid。咁呢個既然大 basic acid 咧，你知道我哋 organic 咧就係依個密碼咧，就係、是、會甩 hydrogen ion 出嚟噶嘛。而家佢大喎，咁應該咧就有兩個依個密碼噶喎，係咪啊？咁咪甩兩個 hydrogen ion 出嚟咯。系咪啊？咁诶，啱啱我觉得两个 C 喎，嗱，所以咧，嗱，好多时候啲同学咧就叫依个名嘅吓，咁嗱，咁我写翻嗰个 structure 先，其实应该就系呢个嚟嘅，系咪啊？咁你见到咧，佢系 COOH 同埋呢边 COOH， 系咪啊？好，仲记唔记得我哋嘅叫名咧？首先数最长嘅 carbon chain，OK，、okay? 所以系二星啦，系咪啊？好啦，跟住咧就係、是、頭尾一二位咧就是、有兩個 known acid 啦，所以大 known acid 啦就唔係 known acid 啦，唔啱啦。好，唯一依度錯咩咧？仲記唔得？依、这個不是響音咧，所以依度要加翻個 e 嘅喎，係咪啊？所以個答案咧就要啊唔好漏咗個 e 啦，要 ethane 大 known acid 先啱啦。OK， 好，跟住下一條啦，第三條啦，name the device。Which can convert NO 同埋 CO into 一啲 less harmful substance in vinegar。咁啲同學錯乜嘢咧？啲同學咧就叫呢個嘢叫做 catalytic converter 啦。嗱，咁第一咧串錯咗呢個字啦，係咪？嚟呢度都串錯㗎。啊，留意咧，我哋係 converter 咧，嗱，依個都係 ER 嚇。你所以你見到咧。它是 ER 出現了兩次的，所以正確答案呢就是叫做 catalytic 啦，是吧？其實小心啊嚇，啊 catalyst 咧，依度有個 s 嘅，但係變咗 adjective 咧，依度冇咗，依度冇咗個 s 噶嚇。另外咧 ，converter 成日都搞錯咗係 OR 嘅，咁記住嗱，我教大家記啦
convert 咧，你一定唔會搞錯 ，OR 係一定 ER 嘅。咁你記住後面最尾嗰個字都係 ER 嘅，兩次 ER 出現過。OK， 好，跟住第另外呢一條啦，佢話 give 呢個 systematic name 我呢個啦，嗱最長 carbon chain 啦，嗱跟住有一個 functional group， 兩個 functional group 啊，係咪啊？所以呢只叫咩名啊？咁呢只叫 Ethane 1,2 Dino 啦，第一個位，第二個位 ，OK 嚇、啊，咁就呢度有個 E 咯，唔好冇咗個 E 咯 ，OK。好，點可唔可以唔叫一二啊？咁啊可以嘅喎、哦，因為其實佢可以呢兩個爐咧喺第同一個位都得嘅喎，係咪啊？咁如果係呢個咧就係 Ethane 1,1 Dino 咯，係咪啊？所以有 1,1 有。two two 嗱，依啲依兩個咧個名差唔多，乜都一樣，係淨係一二一一唔一樣啦。依啲叫做 position isomer 啦，記唔記得 ？OK 啊，依啲我哋喺三十課嗰度講，不過而家唔係練緊三十課，算啦。好，跟住另下面嗰條啦 ，name the device which can 咧 convert CO 變 CO two 咧。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 catalytic converter 啦，係咪啊？唔好串錯呢個字咯 ，ER 咯。好，另外咧 ，SO2 點樣變到呢個由氣體變咗做固體飛唔走咧？咁呢個咧其實就係 scrubber 啦 ，OK 啊 ，scrubber 咁咧就係加個 calcium oxide 落去，跟住就可以將呢個會漂到周圍都係嘅毒氣同埋產生酸雨嘅 SO2 咧，咁就可以捉住咗佢變咗做固體，咁佢咪飛唔走咯？咁就可以捉住啦。最後。remove 嗰啲 carbon particulate 咧，即係嗰啲碳原浮粒子啦。咁點樣可以攞走佢啊？咁我哋咧啲原浮粒子都好大粒嘅，咁所以可以容易咧做 static precipitation 啦。OK， 咁喺你嗰份嘢裡面咧，唔係嗰份嘢，而係之前咧我俾咗個答案你咧，咁你見到咧直情有依啲嘅温習啦，嚇、啊，咁依啲咧就。啊！呢、这个重要啦。头先我讲紧嗰个反应咧，就系呢个反应，系咪啊？捉住咗由一个气体变一个固体，咁啊飞唔走咯。气体先飞走，固体就飞唔走。好，跟住揭去第四条啦。咁即系话咧，揭去后面嗰版咯。第廿四页啦。佢话乜嘢 type 嘅 reaction 啊？methane 加泵面咁會點啊？咁當然 substitution 啦。咁好多同學成日串錯咗個 substitution 變咗 sit 單嘅 sit 咁就錯啦。咁正確答案咧係 stood 咧係有個 t 嘅，啊發個 d 音嘅 substitute 嚇 substitution 啦。OK 有個 d 音。好，另外第五啦就係、是。第五啦 ，stage the time of polymerization， 關於 alkene 啊，咁你知 alkene 最中意就係打開 double bond 手拖手咧，呢種叫做 addition reaction， 又係咧啲同學成日串錯咗 addition reaction， 因為變咗做 additional 就錯啦，要寫 addition 就唔好 additional 啊。咁你發現哇，點解依啲字眼都要提我嘅咧 ，Sir？ 嗱，你哋好多時候啲嘢咧半生不熟咧。就成日就係串錯啲字咯，所以咧而家嗱好多嘢你明嘅嘢攞唔到分咧，而家話係你修成嘅時候啦，就係咧將呢啲全部識嘅嘢咧，全部做翻啲幼細啲，即係串字串得準啲啊，寫 equation 係寫得準啲啊，啊咁嗰啲 terms 咧又寫得準啲，你就全部攞好高分噶啦。好，第六啦，第六咧就係同一版啊，廿四版啊 ，OK， 好 ，write the balanced equation for 乜嘢咧？就 octane 即系 C8H18 啦，呢啲好熟啦，就变咗做 ethane 啦 ，C2H6 啦，同埋变咗做 C3H6 啦 ，propene 啦，系咪？咁点样将佢写 balanced equation 啦？咁样啦，摆明呢个系 cracking 嚟噶啦，系咪啊？即系将八个大嚿嘅 molecule 拆细咗做两个、三个，但系一咁冇理由係兩個、三個係五個啫嘛，而家三，但係要八個啦，物質不變定律啦，起碼要變翻做八個 C 係咪？咁點做啊？嗱，依個乘大兩倍咪得咯，係咪啊？跟住睇下啲數字啱唔啱咯。OK， 咁好多同學咁樣寫就唔啱啦，因為根本兩個同三個就唔會等於啊，octane 唔係十個嚟嘅喎 ，octane 係八個嚟嘅喎。
係咪啊？所以咧小心啦。所以答案咧就係八個變兩個同埋兩個三個嗱。咁最後乘翻嗰啲 C 同 H 咧係相等啦，左等於右啦。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 係咪啊？因為依個物質不變定律啦。咁所以有陣時你要識得去走翻去嘅數。佢哋嗰啲 formula 啦，好，跟住第七啦 ，explain why propane C3H6 咧，嗱呢啲好熟啦，就會產生 polymer， 但係 propane 咧 C3H8 就唔得，依個得喎，主要原因係咩咧？主要原因咧，嗱好多同學就話啊，因為 propane 咧就 unsaturated， 但係咧啊，或者有啲同學咧就話 propane 有 double bond， 嗱呢啲全部都唔得，因為一定要射得好準，準成點啊？就要話俾人聽嗰個係乜嘢嘅 double bond 咧，係 C double bond 係咪啊？仲有啊，要比較式啊，因為而家問你點解呢個得呢個唔得啦，所以要比較，所以唔好淨係講點解佢得啊，因為有 C double bond， 但係你要話俾人聽，另外 propane 咧係冇 C double bond 係咪啊？咁你要講到話淨係 C single bond only， 譬如咁樣咧。咁你就答得好啲啦，同埋唔可以咁籠統叫佢 unsaturated 啊，依啲字眼啦，唔可以淨係叫佢做 double bond 啦，因為都唔知你講緊 CO double bond 啦，定係 CC double bond 啦，定係 CN double bond， 係咪？依啲唔得噶嘛，係咪？依啲 double bond 唔會 polymerization 啦，我哋講嘅 double bond 係 CC double bond， 明唔明啊？咁所以一定要講得好準確啊！所以有時咧，你哋如果真係啲嘢明咗咧，嚟到呢個階段其實讀得好開心嘅，因為已經冇一啲好翹撩嘅嘢逼住你去理解，因為你已經明啦，你最多係唔記得啫。咁所以將啲嘢撩翻出嚟去記啦。所以點解我會出曬啲筆記嘅精讀去幫你啊？當然佢唔係最好嘅，我成日話咧，頭先嗰啲精讀咧係拋磚引玉，你需要將你不斷 DSE 用嘅。嘅筆記咧，不斷加啲嘢入去，令到你個筆記咧更加完整。啊，仲記唔記得我哋嚟依度同你温咧？其實我唔講你都記得噶啦，係咪啊？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其實識到八就夠啦。啊，九同十都唔使啦。所以咧 ，miss 咧、二咧、鋪咧、票咧、pat 咧、hex 咧、hat 咧同埋 ox 咧，係咪一至八？咁咧就係 DSE 講明你要知噶啦。好，跟住再落去啦。Draw the structure of addition reaction， 仲記得 CC double bond 打開了係咪？好，究竟有啲乜嘢要打開咧？譬如 bond 面咧，嗱，依個寫得好咯喎，係咪啊？今次唔係 Br2 就算咯，而係 in organic solvent 係咪啊？溝稀咗，等佢冇咁毒啦，係咪啊？咁咧好多時候啲同學咧。就寫錯乜嘢咧？就係、是、啊，唔記得咗咧。佢係兩個 Br 嘅，所以咧佢就寫咗 HBr。啊，仲有一個咧，仲離譜嘅錯咧，依度冇寫嘅就係、是、寫依、這個。佢就將咧 propane 咧係 C3H6 咧加 Br2 咧，跟住就話變啲 B 啊 C3H6Br2 啦。嗱，呢啲咧公開試一定唔接受，唔可以寫 molecular formula。不可以，一定要寫曬一節節，一定要寫 structural formula。你寫 condensed form 我不理你，你寫 skeletal 我都不理你，但你就一定不可以寫 molecular 的，如果你根本不知道 double bond 是什麼位置，還有連有沒有 double bond 出現你都不知道。 OK， 好，所以正確答案就是不是 HBr 是什麼是 BRBR， 所以要打開 double bond 之後接受兩個 BR。 好，再來 explain why 點解呢個 cracking 係點解 cracking 係對於工業咁重要呢？主要原好多同學就話 cracking 之後會產生 fuels 啦同埋 plastic 啊，好似都 OK 喎，唔錯咯喎，係咪啊？咁但係咧喺我哋 chemistry 嗰度嚟講咧，我哋唔接受咧。係嗱，依度話好多 student 咧 miss to say cracking 會產生多啲有用嘅 alkene 係咪啊？嗱，冇去到 chemical level 或者 alkene， 佢淨係講佢個應用途，但係佢個 chemical 係咩咧 ？chemical 係咩咧？佢冇講喎，係咪啊？譬如 plastic 咧係涉及 alkene 嘅 cis double bond，
Fuse 其實就涉及啲 alkanes， 不過咧就細少啲 carbon， 係咪？我哋叫 lower alkanes 咁咪少啲黑煙咯。所以我嘅答案咧要話俾人聽，有 extra 嘅 petrol 產生啦。啊 ，petrol 最常咧就係呢只嘢啦，係咪？由 C 五至 C 十二去到 C 十咧，去到 H 廿二咧都得啦。呢啲比較細舊啲啦，個 alkane。另外咧就可以作為 raw material for making plastic 啦，佢唔係 cracking 之後嗰個係塑膠，而係 cracking 之後嗰個係塑膠嘅原料，其實就係 alkanes， 係咪一啲細舊啲嘅 alkanes， 係咪？而 extra 嘅 petrol 咧，其實就係一啲細舊啲嘅 alkanes 啊，咁依個做燃料好啦，呢個咧就做塑膠好啦，要咁樣講先至咧會好啲。好 ，suggest 三個 measure 可以 reduce 個 emission of air pollutant 咧，用 fossil fuels 係咪？啊，仲記唔得？通常燒 fossil fuels 有 CO 啦、C 啦，係咪？仲有咩？有機會有 NO2 啦。如果高温咧，就有 SO2 燒煤嗰啲啦。仲有咩？仲有一個就係 unburned 嘅 hydrocarbon 啦，係咪？咁啊，有啲乜嘢可以減少啊？係咪？嗱，好多同學咧就～就亦都唔係搭嗰個措施 merger 嘅，佢淨係話咩用少啲 fossil fuels 係咪啊？咁其實用少啲 fossil fuel 咧，就唔係最即係一定係最理想嘅。我哋其實其實佢話點樣 reduce 個 emission of air pollutant 嗱，其實基本上人哋話喂 fossil fuels 一定用噶啦。咁人哋話一定用，你做咩要用少啲？根本就唔係答緊嗰條題目，得唔得？另外咧就話要用啲 alternative uses， 基本上又係唔係回應嗰度，都係用緊少啲 fossil fuels。但係人哋話而家要用 fossil fuels 啊，一定出嗰啲毒氣噶啦。咁你而家點樣去毀滅係咪 reduce 嗰啲毒氣咧？咁樣嗱，所以留意啦。啊，所以咧唔可以咁係咪？啊 ，Strubber 喺 Venico 又係喂爭啲啦。因為 Strubber 是很大型的廠房的，你怎可以黐落去架車度？係咪啊？即係成架廠跟住架車走冇可能啦，好滑稽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啊，咁另外 catalytic converter in factory 又是滑稽啦，因為 factory 咧其實就係用 Strubber， 車咧就用 catalytic converter 又撈亂咗啦。所以咧啊，如果你要用 catalytic converter 就係 for 車啦，或者 vehicles 啊，係咪啊？仲有咧就用啲優質嘅油咯，係咪啊？燒嘅時候少啲嚇有毒嘅氣體啦，或者可以用啲 lower alkane 嘅嘢啦 ，lower alkanes 嘅嘢啦。我哋最 lowest 嗰啲梗係 LPG 啦 ，LPG 即係咩意思啊？LPG 就是 C1 至 C4 嗰啲，尤其是 LPG 咧就係 C3H8 同埋咧 C4H10 呢啲比較細舊啦，起碼細過嗰啲啊 C10H22 啊，或者甚至咧細過 C20H42 啊嗰啲啦。好 ，Strubber 咧就係 for 嗰啲 factory 啦，或者 power station 啊嗰啲發電廠啦。OK， 另外 factory 有陣時出嗰啲。懸浮粒子咧就用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另外，如果要用 diesel 嗰啲咧，我哋可以買入一啲優質貴啲，但係優質啲嘅 diesel 柴油。咁佢哋就 low 嘅 sulfur， 咁佢出嚟嘅 SO2 就會少啲。咁用依個嘅角度講咧，就唔好答啦。依啲就係要識得解題，好緊要啦。咁得，咁呢啲咧全部都系你哋嘅要害位嚟嘅，得唔得？吓咁样，即系如果你哋系乜都唔明、乜都唔识，你唔会嚟呢一班嘅，知唔知啊？你哋会去咗 level four 嗰班，即系话可能你攞 level two 啊、level three 啊，点样升高一个 level 变 four？ 你哋而家要攞 level five 咧，你哋其实系坐底攞 level four 嘅，好有机会。吓乜嘢叫 level four 咧？记唔记得我过去教你 level four 嘅意思，即系话。即係100分裏面咧，你起碼攞咧60分以上噶啦，應該知唔知得嚇？咁所以如果你哋稍為攞多少少，譬如去到70分或者68分咧，就已經攞 level five 嚇。如果去到70幾分咧、78分咧，啊五星都有你份啦。啊咁如果去到
去到90分咧就五星星嚇、啊。你唔好睇少依啲，你哋嚇、啊、哇爭成30分、啊，由60去到90係咪啊？咁但係有陣時啲嘢每樣做足啲咧嚇，其實就爭冇幾啦。再加埋你依兩個月一定係嚇、啊、開行 turbo 咁讀啊嘛，咁所以係仲比以前再好好多噶，知唔知啦？啊，唔好睇少自己。好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就跳几条啦，好嘛？咁咧我就跳到去最尾嗰条啦。咁咧就揭去咧就第27版啦，27版嘅第15条啦。喂，27版嘅第15条咧就话要写 electron diagram to illustrate 乜嘢咧？就系 step by step 啦。仲记唔记得 step by step 咧就有三个 step 噶、哦，系咪啊？包括咧。initiation 啦，係咪啊？包括咧就係 propagation 啦，係咪？仲有個 termination， 三個係咪？問你 how 就係依三個步驟啦。呢、這個變呢、這個係咪啊？淨係濕一個啫，嗱都寫死你噶啦，係咪啊？仲記得咧啊？initiation 咧嚇、啊、就有一條式嘅啊，咁咧 propagation 就有兩條式嘅。而 termination 就有三條式，所以一加二加三咧，總共有六條式可以寫。OK， 嚇咁咧，好多時候咧，啲同學咧就寫呢個啦，係咪？咁咧 initiation 啦，跟住 propagation 啦，跟住 termination 啦，嚇咁咧，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就 not state clearly the steps 嘅，嚇好多時唔講清楚嘅。另外咧，亦都咧係冇顯示個 long pair of electrons 嘅，所以睇一睇，所以嗱依個咧就真係最完整版啦，最 complete， 但係咧我唔欣賞嘅，咁啦，依個係最 full 最 complete 嘅寫法啦，連裡面嗰層嗰啲電子都畫埋啦，係咪？依個 version one， 但係依個連咁煩你都畫到咧，我諗簡單啲就冇理由畫唔到啦。呢個接受嘅，不過咧其實好未畫過嘅。好，第二個咧係最常用嘅，得唔得？咁咧就顯示你畫個圓圈又得啦，加 with circle or without circle 都冇乜所謂嘅，得唔得？譬如依個整個圓圈，咁你唔畫圓圈好似依個咁樣都得嘅。OK， 好咁咧嗱，而家近年咧係中意畫呢個噶，你打五粒星，因為佢覺得咧畫咁多電子咧睇唔到個 free radical， 因為啲電子眼花啦，咁所以咧啊用翻。個粒物咧一粒咧顯示翻嗰、那個free radical 啊，有陣時佢中意嘅。咁你發現我筆記咧就第二同第三個 version 我都有嘅。咁咧你留意咧第三個 version 係考得即係近年係曝光率最高嘅。其實佢想用主要用呢個嘅。OK， 好咁樣好，跟住咧我哋就做 MC 嘅。得唔得？咁咧，我哋就揭去好呢、這個啦，就係揭去紫色嗰份啦，就係、是、啊都好厚啊，幾厚啊 ？MC 咧就60頁噶有成嚇。咁、啊、咧，我發現有個瑕疵啊，褪咗位啊，所以你發現嗰啲題嗰啲年份嗰啲咧，全部褪咗個位啊。唯一依份真係不完美啦。不過有陣時係咪啊？不完美咧，我哋記得仲清楚，咁可能都有佢嚇，即係缺點嘅裡面都有優點啊！就係、是、你特別記得深刻啲嘅，全部吞曬位。好，咁我哋不如嗱試下啦，喺呢啲位嗱，有啲同學咧就可能未做啦。咁咧，我主力同你做乜嘢咧？咁咧，我主力咧就會同你做咧2016、2017、2018年。咁咧，我留翻咧2020、2021年咧就平時。上堂咧，啊，即係face to face 嘅時候咧，就同啲同學做啦，啊，班裏面做。咁而家咧同你哋 online 補習班咧，嚇，咁咧就同你做依三年啦 ，OK， 嚇，咁咧就可以，嚇，咁所以咧嗱，如果有啲同學咧已經做曬依六年啦，咁你就唔好客氣啦，咁喺依個時間咧就可以再做埋前面嗰啲。如果話我都做曬啦，你就可以做 short level，OK、okay?咁咧就嗱，我俾幾多時間你做咧？嗱，我數下嗱，都唔少嘅嘢啊嚇！2016、2017、2018年咧，夾埋咧有成咧幾多條咧？1、2、3、4、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嗱，有成十二条嘅。啊，咁我唔可以等你十二分钟嘅。嗱，我等你六分钟啫。我俾六分钟时间大家。咁应该咧，根据我嘅节奏咧，六分钟应该做到六条嘅。咁如果你已经做咗嘅就啊，咁啊做晒啦，系咪？如果未做嘅，做六条或者超额完成啊，做七条八条。OK， 咁咧就2016年开始做。OK， 一阵间咧我就会抽啲嚟同你讲下，好冇？六分钟，咁我计时先。啊，而家53分嘅，六分钟后咧就系59分。咁一阵间咧，我可以俾啊3分钟至5分钟时间俾你休息一下，跟住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哇更加重头嚟 topic 十日。OK， 好，咁我哋做下呢个先。咁亦都喺个时候，如果你有嘢想问，可以开咪问我嘅。6分钟，由2016年开始做到2018年。咦，罗乐谦举手，有冇嘢想问啊？我觉得 DSE 咧，你搞得掂。我哋今日讲嘅五同十一咧，你嗰、那个即系攞 Level Four 嗰个嘅。那個底，即是那個，你那個，即是那個裝，即是你的base呢，就很紮實了。那即是會怎樣呢？即是說，即是其實考很多的，其實我們今次五同十一，還有它整個chemistry那個的想法呢，是非常之，即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我們不可以迴避每一個細節的問題，啊，即係你唔可以，有啲唔係明，有啲明，咁啊算啦，咁啊唔得嘅。你如果你哋咧係更加唔可以馬虎嘅，你哋係可以有機會攞 level 5或以上。所以你每個細節咧，一有啲唔通唔明，啊點解麻煩嘅？點解一定要咁樣寫咧？嗱，依啲你唔明白，啊正常嚟講應該講啲簡易，唔應該講複雜嘅。點解咁複雜都願意咁樣答？一定有佢原因，你就要去問噶啦。如果唔係咧，你就會 miss 咗好多重要嘅細節，令到咧人哋一問嘅時候咧，你全部都係一片空白噶。咁所以就有冇嘢想問我？咁你而家我見到係55分嘅，仲有4分鐘時間俾你做，我去到59分。咦，我唔记得教闹钟，我教翻部手机闹钟以防超时。1分鐘做一條，就是你哋要鍛鍊嘅公開試節奏啦。公開試1分鐘攞1分，啊 ，MC 1分一條，所以就1分鐘做一條 MC。
好，仲有两分钟啊！咁当然，做唔切喎，咁做唔切唔紧要嘅，因为我陪你嘅就系两个钟，但系其他时间就系你自己可以做啦。最紧要咧，唔好放弃啊，跟住继续延续落去，继续做晒佢就啱啦。好，最后一分钟。够钟啦，咁不如我哋由2016年嘅第一条，即系第九条开始啦。佢话一毛嘅 hydrocarbon，hydrocarbon 你可以咁理解啦，系咪就会同九毛嘅 oxygen 就 O2 啦。嗱 ，complete combustion， 咁即系话咧，佢只会产生 CO2 同 H2O only 嘅啫。好，咁究竟呢只嘢系咩咧？嗱，当然同学咧系可以用呢四隻嘢去撞嘅，不過咧，既然係撞咧，就睇你自己手神嚇，咁啊唔使我教你，應該你都識究竟邊個係九個係咪？咁但係我就想教下你用翻一個 universal 嘅做法啦，係咪？就係依個啦。咁我哋 general 嚟寫咧，就係 CXHY 咧，咁就會出 X 咁多個 CO2 啦，咁 Y 咧就 Y over 二咁多個，咁仲記唔記得依個點寫咧？咁樣，咁呢個咧就係 X 咧再加咧 Y over 四啦。呢個咧基本上咧都要背咗佢噶啦。OK， 咁咧話俾我哋聽咧，呢個咧就係一比 X 加 Y over 四，亦都等於一比九喎。依度話係咪？依度係九個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你可以咁睇啦 ，X 加 Y over 四其實就等於九啊。OK。啊！依、这個就係等於九啦。咁跟住你其實就可以塞翻依啲嘢落去嗱。你見到四個咧都係 X 等於六噶，係咪啊？咁所以咧你可以咁樣 Y 四啦，係咪啊？九減六等於三啦，所以 Y 等於三乘以四等於十二啦。所以答案咧就係 C 啦。OK， 好咁。如果 C 六 H 十二嘅話咧？咁有咩可能性呢？嗱，依個我自己諗多咗，不過你可以睇啦。依個其實就係 alkene 嚟嘅，係咪啊？咁甚至係咩 alkene 啊？六個啊，依個就係 hexene 嚟嘅。咁當然 hexene 咧有 hex one ene 啦，有 hex two ene 啦，甚至 hex three ene 都有嘅，有啲 isomer。仲有一個可能性咧，其實佢係一個圈嚟噶，啊，亦都可以係 cyclohexane 嚟嘅，得唔得？咁呢兩個其實都得嘅，得唔得啊？咁不過呢個我諗多咗啦嚇。不過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咯，明唔明？好，跟住2016年啦，佢話 cannot be converted to substance that less harmful。OK， when passed through 個 catalytic converter， 仲記得嗰條式啊？嗰第一條式要記嘅咧就係 CO 加 NO 咧。就會變 CO2 同埋 N2， 係咪？咁所以依度乘大兩倍、兩倍、兩倍啦。仲記得仲有咧，就係 CO 加 O2 變做 CO2 咯。仲有一個咧，就係 CXX， 就係嗰啲 unburned hydrocarbon， 咁咧就會 B
變咗做 X 個 CO2 啦，同埋 Y 個 X2O over 二，咁所以依個咧就係 X 加 Y over 四啦。記唔記得頭先有寫過一次？主要三條式嘅係咩？好啦，佢話 cannot convert 啊，係咪啊？咁你見到就係一二係咪啊？三依三隻嘅，咁所以見到 CO 啦 ，unburn hydrocarbon 啦，嗱呢個 nitrogen oxide 咧包括 NO 或者 NO2 係咪？所以都有依只嘢啦，係咪？唯一咧係冇出現過 B 嘅 SO2 嘅，係咪？所以 SO2 一定唔使諗啦。OK 啊，咁 SO2 咧就喺工廠或者喺發電廠就用 scrubber 嘅。係咪就唔會用 catalytic converter 嗱？所以亦都點解香港嘅車咧？我哋就 catalytic converter 一定用噶啦，咁就冇就處理唔到 SO2 噶嘛。所以你留意咧，香港嘅 petrol 咧嗰啲油咧係法例規定咧，佢哋個 sulfur 嘅 content 啫，一定要 low 噶，得唔得？即係 low 到咧要細過 0.05% 咁樣嘅嚇，即係好細好少好少。所以咧香港嘅污染嘅氣體 SO2 即係現康康咧，好我哋好多時候咧即係來自車嘅 car exhaust 咧，其實我哋覺得咧 SO2 其實唔關車嗰事嘅，因為所有車啊法例規定咧，如果咪犯法嘅咧，就唔可以立亂用啲。不乾淨的油的，所以好十年前到咧，香港有一些非法的入油場咧，喺大陸運咗啲電油啊。咁嗰陣時咧，即其中一個不好處，除了佢逃税之外咧，其實可能有啲油裡面的收費是高的，咁結果咧出嚟嘅 SO2 啲車如果用呢啲非法嘅油咧，咁就所以點解呢啲油會平啲啊？其實就是污染啲啦。OK。好咁呢個唔講啦。好，跟住呢個啦，我2017年嘅第五條啦。OK， 咁即係你哋嘅 C 啦，係咪啊？咁你見到咧呢個咧就嗱揾個 functional group 先嗱，第一有依個 functional group 啦，同埋呢個 functional group 啦。所以咧佢係有煙啦，亦都係大煙啦，係咪啊？咁咧但係咧你要留意咧佢第幾個位啦？嗱，依個係最重要 functional group 嗱，另外一個咧就係 Cl2。咁你知道咧 ，CO2 咧就唔係最重要嘅，佢唔會擺喺尾名嚟嘅，係 double bond 啊，所以依個係最重要嘅。嗱，所以我哋盡量要最重要嘅 functional group 叫最細，所以依度一定叫一二三四依個五嘅。所以咧啊，依個一二位之間咧，咁即係一啦，係咪啊？跟住三四位之間咧就係三啦，所以依個咧就應該係 one three 大煙嚟嘅。OK， 好数最长啦，一、二、三、四、五啦，五个最长咧就应该系咪啊？系 pet 系咪啊？咁但系因为佢个响音咧个 D 唔系响音啊，系咪啊？咁所以咧佢就爱埋个 A 嘅，所以叫 pet one three 大烟啦。OK， 咁所以见到啦 ，pet two four 唔啱啦 ，pet one three 大烟啱啦 ，pet two four 又唔啱啦。咁就 pet one three， 咦，其實冇困擾喎，因為佢冇特別考慮個他咧有定冇喎，係咪啊？咁所以咧，阿 B 同 C 啱啦。好，仲記唔記得究竟個 CL 應該幾咧？嗱，應該係五嚟嘅，所以咧就應該係 five dichloro 啦。OK， 所以咧就五五嗱，有啲人就冇咗個大啦，所以答案咧就係 D 啦。OK。咁咧，揾到答案快而準嘅係最正啦。但係咧，你必須要好似我咁樣咧解得通成件事，得唔得？同埋咧，將你要識嗰啲遊戲規則咧，透過依一條題目咧 run 一次，得唔得？咁所以咧嗱，有齊數最長啦，揾 functional group 啊，跟住邊度係最細啊，一路數起，跟住要用個 A 啊，依度用個大係咪？依個大煙啊，係咪五五啊，而唔係一一啦。依啲全部都要解得通，咁你就係喺度温緊書去考試啦。OK， 好，跟住再落去咧啊，我中意做十八條，跟住嗰條，咁咧就要。有 A、B 兩個，一個 A 啦，一個 B 啦，一個有 CC double bond， 一個就冇啦。
好啦，下面边一个系啱嘅，要比较佢哋。好 ，A、B 咧都 belong to the same homologous series， 咁一定错啦，系咪啊？因为一个有 double bond， 一个冇咧，咁好明显啦。呢个 general formula 咧就系、是、嗱，呢、这个其实 C6H6 喂12嚟嘅，系咪？呢个 C6H 几啊？啊，咁你其实可以睇翻嗱，有六个 C 啦，六个点啦，跟住呢个1、2、3、4、5、6、7、8、9、10啦，有十个噶，系咪？呢个1、2、3、4、5、6，系咪啊？跟住六个 C， 1、2、3、4、5、6、7、8、9、10、11、12个，系咪啊？咁所以佢哋咧唔系属于 CNH 乜鬼一样嘅，因为一个系十，一个系十，系咪？好，另外咧就系、是、留意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应该系 CNH2N 咯，嗬。六同十二，咁呢个系咩啊？呢个应该系 CNH2N-2 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咁其实每多一个 double bond 就减一个二噶啦，啊，咁所以咧由呢个去到呢个系咪减两个 H 啊？系咪啊？所以就系 CNH2N 咧，呢个系咪 CNH2N-2 咯 ？OK， 咁你试下塞佢落去啦，塞六入去啊，系咪啊？六二一十二减二咪等于十咯 ？OK。好，所以第一个咧，佢哋唔系有一样嘅 homologous series， 点解佢哋 not the same？same 乜嘢咧？就系 general formula 啦。好，第二 A、B 咧都系 distinguished by 呢个嘢咧系啱啦，因为咧 C double bond 咧 ，C double bond 就可以 add 咗之后就变咗做 dino， 系咪啊？但系呢个就冇反应咯，系咪啊？所以一个就会由紫色变做冇色啦 ，OK， 好，所以第二系啱啦，第一个系错嘅。好，最后啦 ，complete combustion 一 gram 嘅 A 咧，啊，同 complete combustion 一 gram 嘅 B 咧，佢哋有一样嘅 mass CO2 产生，系咪啊？咁你发现阿 A 咧就系 C6H12 加 O2， 另外一个咧就系 C6H10 加 O2， 系咪啊？咁呢个就出 CO2 同 H2O 啦。好，我哋淨係睇阿 C 就得啦，阿六同阿六係咪啊？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就係一比六 ，OK。好啦，但係咧個 mole 數唔一樣喎，因為1.0 gram 除以 C6H12 同1.0 gram 除以 C6H10 咧，你份呢個 C6H12 係大過 C6H10 嘅喎，所以咧。呢度出嚟嗰个数字就细啲嘅喎，呢个出嚟个数字就大啲嘅喎，系咪啊？所以大啲咧，嗱虽然大家都系一比六咧，但系呢个就会出嚟乘一个大啲嘅咧，乘出嚟六乘以大啲，系咪？呢个细啲啊，系咪？呢个六乘以出嚟细啲咧，所以咧你份呢度咧就会多啲嘅。咁所以你话佢哋一样呢句说话就企唔住脚啦，嗱得唔得？咁所以咧要有呢啲嗱，依個係 DSE 2017年嘅題目嚟喎。你見到咧，我哋都要用呢啲嘅公式，係咪有少少基本嘅計算，亦都有少少邏輯，係咪啊？數學嗰啲咩分母係大咧，分除出嚟就細嗰樣嘢啦。所以咧，阿三係錯嘅，係咪啊？所以18条咧個答案咧就係 boy 啦，淨係得阿二啱啦。OK， 好睇下時間先。好，咁样咧，嗱，我答多两条咧，我就休息一阵，好嘛？十八，好，咁啊，第八条咧，佢就话个 molecular formula 关于 alkenone acid 啦。如果你记得呢个 alkenone acid 咧，就系 CNH2N 加一 COOH 呢一种咧，就系佢个 general formula 咯，系咪啊？咁所以咧，你其实就可以。去揾翻佢呢個嘅係咪啊？當然你亦都可以砌翻佢嘅啊。咁所以咧嗱，所以你可以濕啦嗱。你見到啦，呢個 C 得一個啫嘛，係咪啊？咁即係話咧嗱，佢座底有呢個 COH 嘅啦。咁而家得一個 C 咧，咁呢個 N 係咪應該等於零啊？啊，濕翻 N 等於零入去啊，啊濕去落去，咁 C 零。H2 乘以0加 1COH， 所以最后出来的呢，没有了这个，是不是这个0，所以只有 HCOOH，
係咪？所以佢個 general formula 係咪 C 跟住 H2O2 啊？係咪咁啊 ？CO2 H2 係咪啊？咁所以咧 CH2O 咧就唔係佢嗰個 formula 嚟噶咯噃。OK， 好，跟住第二個啦 ，C 二喎，嗱內置有一個 C 噶啦嘛，咁所以依個 N 咧應該係等於一嚟噶咯，係咪啊？因為佢應該有兩個 C 而內置一個 N 等於一啊，咁你試下塞翻 N 等於一落去啦，咁所以咧就會等於一個 C 啦，跟住三個咧，跟住 COOH 啦 ，OK， 咁你試下睇翻啦，嗱依個就兩個 C 啦。系嘛？跟住四个 O 啦，四个 H 啦，跟住两个 O 啦。OK， 嗱，咁你见到咧六同埋四咧，又唔啱数嘅，所以唔啱啦。好，跟住再嚟呢个咯 ，C 四 ，C 四咧，咁即系话有四个 C 啦。咁即系 N 等于三，塞翻入去啦，因为佢依度座底有一个啊，一再加三。咁你试下啦，三呢个系咩？三二得六加一。即系 C3H7 系咪啊？跟住 COH 啦，好整翻去啦。三个加一个就系四个咯，系咪啊？七个加一个就系八个啦。跟住 O 就两个啦 ，O2 咦啱喎呢个，所以答案就系 C 啦。OK 啊，所以呢个 general formula 几好用嘅，有阵时我哋咧唔系好识得咁样用啊。不如做埋最尾嗰、那个，最尾唔使做啦。四 C 都系四咧，都系十 N 等于三咧，最后都系呢个啦，就系 C 四 H 八 O 二咧，咁而家佢十就唔啱，所以答案咧就系 C 啦。OK， 好，最后一条，跟住我哋休息三分钟，跟住我哋就先进入到 topic 十一。好，咁今次咧就系呢个反应咧喺新 light 即系 UV 咧就会十一个啦，系咪啊？咁咧就个 termination 咧就系呢、这个嗬。咁、啊、咧就嗱，因為你記得我話近年咧，其實近年咧已經由2018年開始咧，就中意俾粒物去噶啦，係咪啊？好少畫曬所有電子圖出嚟嘅，咁啊畫 free 呢啲 free radical 單丁一粒嗰啲咧係最常畫啦，得唔得？好啦 ，termination 仲記唔記得係嗰三個啊？包括呢個加呢個變呢個啦，係咪啊？第一式啦，第二式咧。就係、是、呢個再加 CH3 呢個咧，就會變咗做誒、哎，我哋好想要嗰只 product 啦。第三個咧就係 CH3 咧，再遇到 CH3 咧，咁就會變咗做 CH3 咁樣啦。OK 啊，咁所以咧，你見到就係、是、嗱、啊，所以見到咧係由有 free radical 變做冇 free radical 嘅 molecule 嘅，係咪？所以佢係由 free radical 嗰粒物嗰啲咧，就變做咧 molecule， 即係冇 free radical 穩定嘅嘢。所以嗱，佢由冇 free radical 變做有咧，就唔啱啦。因為我要揾嘅咧係由有變冇啊嘛，係咪？嗱，依個由有變冇係咪啊？由有 free radical 變冇啦，所以依個答案啦。好，呢、这個係由有變做有啦，係咪啊？依種叫 propagation 啦，係咪啊？好，最后啦，由有变做有咧，依、这个都系 propagation 系咪？呢、这个由有变冇咧，依、这个就系 termination 啦。好，依、这个由冇变有咧，依、这个叫做 initiation 啦。啊，识唔识咁睇啊？咁所以咧，有阵时啦，透过依条咧，啊，你可以用一个咁样角度，将我哋嗰六条式咧，用一个有冇冇有。有咁樣嘅 free radical， 即係有一個 free radical 同埋咧 free radical 同埋 molecule 嘅變化咧，作為嗰個嘅決定嗰三種 initiation、termination、propagation 嘅可能性。好，所以最後個答案咧就係 boy 啦。OK， 好咁樣咧就好咁啊，後面嗰啲啊自己做埋佢啦。咁咧，睇我个时间先。而家咧4:17嗱，三分钟休息，我哋4:20翻嚟，好冇？咁啊，饮水啊，睇下窗外远少少啊。啊，等只眼咧可以休息一下。
好，差唔多啦，啊，而家4:20啦，好，翻嚟啦，好，跟住咧，我哋就落去第二个，哇，呢、這个 topic 更加重要啦，吓、啊，咁我哋咧就进入到咧就系、是、topic 11啦，点解重要呢？因为佢喺成分卷里面咧咁多本书出得最多分嗰本书嚟嘅 ，OK， 吓、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啊！我哋要再熟練去裡面，有啲嘢真係唔係善男信女，好深嘅其實啲嘢。好，咁我哋就慢慢去温佢嘅。啊，咁咧當然最重要咧，我已經歸納咗咧22條式啦。我之前嘅筆記咧係去到19條公式，不過今年咧我將佢 update 咗啊，所以咧你揭翻去我哋嘅精讀筆記咧，我就俾個最 update 你哋啦，就喺第22版。我精读笔记嘅第22版，咁嗰度你见到咧就1-12啦，跟住23版咧就13-18啦，跟住咧仲有第3版24版咧就19-22，跟住咧25版咧再俾一个咧啊，好似地铁嘅流程图咁样咧，就依、这个，这个咁啊去帮你去。去記佢哋嗰個關係咁樣咯。嗱，但係講真咧，嗱依啲咧，去記咧，其實就好蝦人記嘅。咁所以咧，嗱，我咧就將佢變咗做咧。所以咧，我同 Miss Chan 咧，我哋上個星期咧，其實就派咗咧 Part 1、Part 2同埋 Part 3咧，啊。去練一練咧，個 reactions 咧就由第1條去到22條嘅，得唔得？咁咧就嗱，我設計依份嘢嘅時候咧，就 expect 咧你哋啊，你有冇依份嘢啊？嚇，咁咧就嗱，我 expect 咧你唔使温書，淨係睇我嗰份嘢嘅上款咧，嚇，咁就去模仿佢嘅啦。譬如 H 跟住俾個 X 取替咁樣，咁依個 X 褪出嚟。啊，咁啊，呢個 substitution 啦，咁所以咧，當你見到依啲嘅時候咧，嗱，依個一個褪出嚟，一個褪入去，一個褪出嚟，咁佢就會變咗做濕咗一個H 變 CL 噶啦。OK， 好，如果依個 in excess 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就唔係好夠 chlorine 啦，所以佢11個就收工噶啦。好啦，但係如果你 chlorine 咧係 in excess 咧，咁即係好多個啦，咁佢就可以11個 H， 12個、13個咧。咁去到盡咧，可以個 major post 係14個啦。好，咁跟住又俾你模仿下咧。嗱，如果呢個 in excess 啊，啊，咁即係依個唔夠啦。咁所以佢就淨係11個嘅啫。OK， 好，咁但係如果佢 in excess 咧，佢就可以濕曬啦。咁啊，如果佢起點已經有 BR 唔緊要嘅，最緊要睇個 H。咁佢如果可以 in excess 依個咁多咧，佢就可以濕曬。咁啊，連嗰2個都變埋。BR 咧就變曬4個啦，啊咁有時咁樣去做咧，我係透過依份嘢去幫你嘅 ，OK， 好啦，跟住依個咧話依啲都係 H 嚟嘅係咪啊？咁當你點樣可以將個 H 變咗做 CL 啊咁樣，咁梗係用一個會濕到 chlorine 入去，仲要俾少少紫外線去啦 ，OK， 好啦，如果依度有好多 chlorine， 哇咁樣咁話你知道裡面啦有兩個，有成10個 H 噶，係咪啊？咁所以當佢有好多依啲，佢就可以濕曬啊，濕曬10個啦，得唔得？咁你發現咧喺你嗰份嘢嘅最後咧係有答案嘅每一份，咁所以咧嗱，你依啲咧唔使温書嘅，試下睇住上面去做咧，去改佢啦。OK， 好，譬如第二個啦，咁嗱有個 double bond 啊，所以第二行好緊要噶，我畫埋個 functional group 俾你。啊，個 double bond 跟住加 X 咧，佢就可以咧就 add 咗個2個入去啦。所以當依個咧嗱改佢啦，依個變咗 single bond， 跟住黐啊依個 C 啊黐2個啦。所以答案咧就依個啦，係咪啊？好，另外一個啦，嗱依個黐 BR 咁咧又係啦 ，double bond 變 single bond， 跟住將佢打開咗黐 BR 啊，咁所以答案咧就係呢個啦。好，跟住依個又係啦，依個 BR 依個咧就 out syllabus 嘅，依個唔使識嘅。OK， 咁啊变 OH 呢个唔识嘅啊，所以喺我笔记度喺嗰份嘢都有讲。好，跟住咧点样可以将嗰个 double bond 变咗 BR 啊？咁啊切 BR 啦，同埋要 organic solvent 啦。咁你唔写呢个例子咧，都要写呢个英文
嘅意思啦，就是、organic soften， 咁即係溝稀佢啦。OK， 唔好咁濃啦。好，另外咧 ，COH 咧係 out syllabus 唔使食嘅。啊，原來冬眠 water 就怪怪地嘅。好，跟住嚟依啲可以自己做啦。譬如呢個係咪啊？就可以 single bond 跟住打開接受兩個 BR， 就好似咁啦。OK， 依個咧，依個就係、是、呢、这個 BCL 點樣褪翻轉頭啊？咁咧就變翻做 double bond。哦，咁而家有兩個 double bond 係咪啊？跟住 outin in excess， 咁即係話有兩個 outin 可以塞落去，咁佢就可以十一個，再十兩個。嗱，依啲咧，當你做完一個兩個，熟習啲符號同埋去練佢，得唔得？啊，第三咁樣好簡單啦，就係、是、H 加依個加 catalyst 啊，咁就會打開 single bond 黐兩個 H 入去，咁最後就係 6363 好，呢句係啦，打開 double bond。变 H， 咁呢个就变两个，呢、这个变三个，所以就呢、这个。咁加乜嘢啊？咁当然嘅就加呢个同呢、这个嗱，呢啲要背啦。好，咁呢啲时间关系咧，我唔同你逐个做啦，系咪啊？好，跟住咧就 alkene 咧，如果黐个咧嗱，要符合 mechanical rule 嘅、哦，咁即系话咧有物以类聚啦。咁即系多啲 H 嗰边咧，个 H 就会黐过去嗰边啦。咁少啲 H 嗰边咧 ，X 就黐去少啲嗰边啦。那個就是 major product 啦，咁我哋就係講 major product 就得噶啦。好，第一個咧就係、是、打開 double bond 之後黐依兩個喎，係咪就會 H 埋 CL 啦，就係依個啦。好，另外依個咧就打開佢啦。嗱，依度有兩個 H， 依個得一個，所以 H 會黐去物以類聚多啲 H 嗰邊，另外一個變少啲 H 就黐 BR， 咁就會變咗依個啦。好，另外依個啦，嗱，唔好忘記依度有一個 H 啦，依度收埋咗兩個嘅。咁所以個 H 咧就中意過嚟呢一度，而個 I 咧就中意喺依度。我跟住將佢變翻 single bond， 咁就會變到依個啦。OK， 咁呢個就係依個位嚟噶啦。OK， 啊咁樣依個啊，咁樣點樣可以變到依個啊？咁本來就依度有個 H 同埋依個係咩啊？咁本來 double bond 嚟嘅，咁咧就加 HCl 得啦。好，咁呢個係點啊？嗱，呢個有個 H 嘅喎，收埋咗，係咪啊？依度就冇嘅，呢個變 C 一個 C， 係咪？呢個 C， 所以依度多啲 H 嘅喎，所以呢個 H 咧就中意黐過嚟依度，個 B 又中意黐依度，跟住將個 double bond 拆開咗，啊，跟住將佢砌翻呢個嘢出嚟，咁就會變咗做嗱，呢個就嗰兩個 H， 係咪？呢個就個 B R 啦。OK， 啊，咁啊都好好玩嘅，係咪？嗱，呢個 H。是吗？所以这个 H 就喜欢黐过你这个 H， 这个 CL 在这里跟着拆返做 single bond。你见不见到我现在 online 在 PowerPoint， 那你画花去呢，你似你真正考试的时候你可以画花份卷的嘛。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可以不用抄又不用背，只需要改少少图呢就基本上出到个 product 的啦。好，那这个自己要做啦， OK。好，跟住咧就好，跟住嗰啲练习系咪？好，跟住去到第二份啦 ，part two。咁 part two 咧就同你练五至十二嘅。啊，譬如呢个啦 ，CL 遇到 OH 啦 ，X 遇到 OH 咧就一个入一个出咧就会变咗做 OH 啦。所以呢个入呢、这个出咧，咁就变咗做 OH 啦。啊，当然佢其实会褪咗个 CL 符出嚟嘅，不过呢个都唔系 carbon 咧可以唔写出嚟得。好，另外呢个啦，呢、这个一个入。一个出咧，咁就可以变咗做 OH 咯，系咪好啦，点样可以将 I 改做呢个啊？咁你咪用呢个啦，或者咧用 OH 负 AQ， 系咪直情抄翻公开试俾我嗰个嘅格式都得啦。OK， 好，跟住再落去啦。呢、这个遇到呢只系咪啊？咁一个入一个出，咁就会变咗做呢个啦。OK， 呢个一个入一个出，咁就会变咗呢个啦。这个是不是好，这个入就这个出是不是那就出到这个。那原本那个呢抄回去本来是 X， 那譬如 CL 得啦 ,BR 得啦或者 I 得啦。例如这里这个。当然你可以用 I 啦，亦都可以用 CL 都得的。OK， 好，跟住再落去这个啦，这个这个就是卸咗晒啦，这个卸咗晒一个入一个出，那就可以变咗做这个 OH 啦，对不对？
好，咁嗱呢啲又係啦，嗱呢個 OH 遇到呢個 X 啦，或者呢個 H 3嘅 X 咧，就會係咪呢個入呢個出，或者呢個入呢個出，咁都會變到 X 啦。好，所以呢個入呢個 X 嚟嘅嗬，咁所以咧就會變到 BR 啦。好，跟住呢個入呢個出啊，咁所以咧就會變 CL。其他呢啲照抄，冇抄錯。好，有入有出係咪？咁呢個咩嚟噶？咁可以。依、这个依、这个啦，不过要 I 咁、哦，所以咧依、这个一定要用 I 啦，或者依个啦 ，OK， 或者可以用依个啦。好呢、这个，好一个入一个出，咪 BR 咯，系咪？其他依啲嗱，唔好抄错得噶啦，依啲冇抄错 ，OK 啊，咁好好玩嘅，嗱依个可以自己玩啦。好，去到呢个咧，嗱有个 double bond 啦，同埋呢啲 benzene ring 咧都系冇反应冇反应嘅，佢净系睇住个 OH 一个入一个出啊，所以咧呢啲照抄，呢啲照抄唔好改啊，净系将呢个 B 变将个 OH 改到 BR 就得啦。好，咁嗱呢啲嗱俾你慢慢做啦，咁嗱可以做啦。反而我想去到嗱呢啲可以吓，即系嗱，其实上年派过噶啦。不過我其實唔係好滿意大家，因為喺疫情裏面 online 咧，啲同學做得唔理想，我又冇正式收嚟睇，咁所以咧，我今年咧，我印開俾班中五咧，就印埋俾你哋再做多次，同埋我又 update 咗靚好多，準好多，咁所以咧值得去做啦。好，跟住咧，我想咧就褪去咧最尾嗰份啊，因為咧最蝦人做係臨尾嗰個。好，去到 Part 3嗰度啦，啊，咁 Part 3咧就最尾嗰几条式咧，我 update 咗嘅，啊，咁所以咧我就想同你去做一做啊呢啲嘅嘢啦。好，咁我就由第几条开始做起咧，我就由 Esther 做起好冇？好 ，Esther， 咁咧你揭去第三嗰份咧，第三嗰份咧 Part 3咧就。就第幾版嚟嘅？一一三三嗰個咧，就係第四頁嚟嘅。OK，Ester。咁咧，如果你記得 Ester 咧，遇到 alkyl hydrolysis 係單箭嘴嘅，咁佢就會點咧？就會拆開呢個嘢嗱，因為裡面 AQ 咧有水嘅嗱，水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就係 H 同 OH， 我哋就黐翻佢入去嘅啫。所以咧，依個咧你就黐翻 OH 俾佢。这个呢就黐返 H 俾佢。好，但係呢因为佢係碱性㗎嘛。佢碱性呢个酸呢就会中和咗呢就会变咗做 NCOO 负嘅。不过最尾又加返 H 正俾佢呢，最后又黐返 H 正，所以最尾呢就会出到呢个 acid 同埋 alcohol 囉。OK， 好，咁即係咩意思呢？咁即係话做完第一步再做第二步 ,alkali 加熱拆开咗之后加返 hydrogen ion 酸俾佢呢，佢就会变返呢两个。係咪即係话咩呢？就係、是、加返 OH 同埋 H 落去中间拆烂去啦。所以呢个就係咁啦。將个做完第一步第二步之后打开咗之后呢度黐返 OH 俾佢变 COH 啦，呢度加返 H 俾佢。咁佢就会变咗呢个啦，同埋另外一个呢就是 COH 啦 ，OK， 好，另外一个啦，做完第一步、第二步 ，alkali 加熱再加酸，就依个打开咗之后，呢度切翻 OH， 呢度切翻 H， 系咪？跟住抄翻去，嗱，唔好抄错，系咪？就依个 COH 啦，同埋另外依边抄翻佢出嚟。嗱，当然，如果你惊抄错，你就算写成咁都唔紧要嘅，即系跟翻依一度咁嚟抄嘅次序，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可以寫成咁，就更好啦。OK， 依個啦，係咪啊？跟住你發現咧，就斬開咗之後咧，會變呢個同呢個喎，係咪啊？咁你發現就可以啊 ，alkali 加熱再加酸啊，要分開兩步嚟做，唔可以一步溝㗎。如果咪酸同鹼自己中和都唔得閒，同呢只 organic 反應㗎啦。好，究竟呢个嘢点样可以变到呢？咁其实就调翻转头啦，收翻个 H 同 OH， 将呢一度同呢度咧就结合翻，咁咧就可以啊变翻呢嚿同埋呢嚿嘢入去咯。好嘅，再去呢个咧就系、是、诶、哎、做完第一步、第二步啦 ，alkali 加热再加酸，咁就系呢个打开咗之后，呢、这个切翻 OH 俾佢，呢度切翻 H 俾佢，咁咧就嗱呢、这个抄咗喺度啦，系咪？这个、呢个咧嗱抄翻靓佢就得噶啦。
咁你病先拎多一節之後再加 COH。好，呢、這個又係啦，拆開佢，呢、這個拆開佢啊，經過第一、第二步，呢度加 OH， 呢度加 OH， 呢度加翻 H， 呢度加翻 H， 係咪嗱？抄抄抄，咁咪變咗呢三隻咯。咁啊，唔使抄我噶啦，因為你呢份嘢最尾嚇、啊、就誒睇翻睇翻一。一三九就是答案嚟噶啦。OK， 好，跟住呢个咧，嗱，认得呢个 ester， 嗱，斩开佢之后，呢度加翻 OH， 呢度加翻 H， 系咪拉翻直一二三？系咪？所以答案咧就系一二三，系咪？咁咧就会系 COH 同埋 OH 咁样嘅嘢啦。好，跟住如果佢系加 acid 咧，加热咧。啊，唔係加 alkali 咧，就會翻轉頭啊，唔係咁理想啦，但係都可以變翻頭先嗰兩個嘢係啦。呢、這個打開咗之後 ，OH 呢度加翻 H 俾佢就搞掂啦。OK， 呢個係啦，打開咗之後拆開佢加 OH 呢度加翻 H， 咁就變呢個啦。啊，咁呢個咧自己斬啦，係咪？呢、這個加 OH 呢個 H。OK， 好，好，跟住再下一條式，下一條式咧就係 N substituted amide 啦，就好似個咁啦。OK，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 amide 啦，系咪啊？跟住呢度咧黐个 N 嗰度黐咗条长尾巴，我哋叫 N substituted 啦，就 substituted 咗一个长尾巴喺呢度。好啦，咁呢啲嘅时候咧，嗱咁又系啦，嗱如果加 alkali hydrolysis 嘅时候咧，佢其实又系斩开咗嘅。嗱我呢度，嗱咁佢就斩开咗啦。嗱咁因为有水咧，其实就系将嗰个 H2O 咧就变咗做咩咧？啊，即系。H 同埋 OH 啊，咁所以咧呢度加翻 OH 俾佢，呢度加翻 H 俾佢就 OK 啦。OK， 好加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咧就佢鹼性噶嘛，所以呢個 COH 酸咧就會中和咗嘅，就變咗 CO 負嘅。不過最尾咧又加翻 H 性俾佢，咁啊黐翻個 H 俾佢啦，係咪啊？咁呢個咧其實鹼性嘅，佢會再黐多個 H 帶正嘅，即係黐多個 hydrogen line， 所以最後會變咗呢個。或者變成這個樣子 OK、啊、就是這個 N 跟著有三個 H 1,2,3 是不是跟著加條長尾巴跟著 N 的東西那這個擺明就是一個什麼一個這個就是一個 Dative 的 Covalent Bond 來的如果 你深水清這個第八課的時候我們見過的一個可能性 OK 好所以呢其實我將它拆一拆去了那就是說如果遇到1和2呢就是斬開了之後黐個 OH 這裡呢度咧就黐一個 H 兩個 H 加翻個正俾佢嗱，認住呢個啦。好，所以經歷咗啊 alkali hydrolysis 再加翻酸咧，個 substitute A 埋咧就斬開咗之後，呢度加翻 OH 俾佢。咁而呢度咧就加翻兩個 H 加個正俾佢啦。OK， 咁呢度整體咧就變咗呢個頭啦。咁呢条就系个黐住个尾巴，好，另外一个咧就系个 COH 嚟噶咯 ，OK， 好，咁所以呢啲咧要做到滚瓜烂熟啊，呢、这个黐翻 OH 俾佢，呢度咧就黐一个 H， 两个 H， 跟住带正 ，OK， 咁咧就合埋咧就可以写成咁啦 ，OK， 啊，咁所以咧做多几条你就背到佢噶，好呢、这个系咪啊？跟住嗱加嗱變呢、這個同埋有一個咁嘅頭咁，所以佢應該咧就係、是、一個 alkali 啦，加熱咧再加翻呢、這個嗱。當然呢個寫得唔好嘅，我哋跟翻最頂嗰個咧，根據公開試咧，呢度寫翻 AQ， 呢個寫翻 AQ 先得噶，知唔知得？好，跟住下面嗰條咧嚇嚇見到嗱呢、這個見到 A 埋啊，嗱、這、呢個又 A 埋啊，係咪啊？所以咧我哋就斬開佢。是不是做完第一步第二步这些都是加 excess 的所以这个就会怎样清一清它了斩了之后这个就 OH 了是不是跟着这个呢就加一个 H 两个 H 加上个正给它啦是不是这个也是加上 OH 这个加一个 H 两个 H 加上个正给它这样就搞定了所以这两个都是一样是不是、啊、不是吧是不是他们的长度有点不一样这些这个照抄啦这个啦。好跟住这个呢小心不要抄漏嘢啦。好所以有这边头和这边头。好最尾这个啦不要抄错就是边这个啦。OK? 好这个认不认得 A 埋是不是好一个圈来的斩开去。
係咪嗱？經完第一步，咁啊加翻 OH， 呢度加一個 H， 加兩個 H， 加翻個正。OK， 嗱呢啲啊，即係就係好慣啦。見到呢度一個 A 埋，好第二個 A 埋，係咪啊？好呢、這個斬開佢，斬開佢，呢、這個加 OH， 跟住呢個加一個 H， 兩個 H， 加翻個正。呢、這個咧加 OH， 呢、這個咧加一個 H， 兩個 H， 加翻個正。OK， 所以見到咧就係、是、加 OH 同埋咧。加兩個 H 加翻個正好落去咧，就可以將呢啲 N substituted 嗰啲咧拆開咗。係咪就可以做到嘢嘅啦 ？OK， 好，跟住再落去咧就是、unsubstituted A 埋咧啊，就係、是、依個啦。咁做法一樣啫，就係、是、斬開咗之後嗱，第一、第二式嗱，加翻 OH 俾佢，呢度加一個 H 加兩個 H 加翻個正俾佢，咁所以就變 ammonium 啦。OK 嗱，因為依度冇咗個長尾巴，所以佢就四個都係 H 啫，係咪啊？咁所以嗱，依、这個斬開佢加 OH。呢度加一個兩個 H 之後加翻個正號俾佢，啊呢、这個又係啦，斬開佢之後加 OH， 呢個加一個 H 兩個 H 加翻個正 ，OK， 啊呢、这個自己做啦，好冇？好，尾二嗰條啦，廿一條式係咪？呢、这個斬開咗之後嗱，加 exit 嘅話咧，咁咧呢、这個就加翻 OH， 而这个呢個咧就加一個 H 兩個 H 加翻個正俾佢啦。咦，同头先一样嘅啫喎，系咪啊？所以系一样，唯一唔一样咧就系佢净系加一只嘢，就唔使加第一步，即系唔使第一步又第二步嗰种啦。OK， 吓、啊、咁所以咧啊都几正喎，写一步搞掂。OK， 啊咁样就会变咗做 COH 啦，同埋呢个咧就一样变咗呢条尾巴。好呢、这个啦，认唔认得？斩开咗之后切翻 OH， 这个呢个咧切翻一个 H， 再切第二个 H， 变咗个正。系咪嗱？依、这个黐咗之后就系呢个 COH 啦。好，另外呢边咧，嗱，唔好抄错啊，就会系 63 嘅 NX2 正一吓，一其实有个 dative 嘅 covalent bond。OK， 好呢、这个又系啦，斩开佢之后 OH 呢个 H 再黐 H 加个正。OK， 嗱，你发现我唔喺度解嘢嘅，我喺度练紧，跟住就练熟佢背到。啊、有陣時候我哋 organic 係需要有依啲，咁解咧就喺筆記啦。Why？ 點解會咁噶？咁就唔喺依份嘢嗰度做嘅，就喺筆記嗰度就解啦。OK， 但係咧依一份練習 practice 咧就幫你去背嘢做快啲嘅。OK， 嗱依個啦，嗱見到 A 埋 A 埋啊，嗱斬開去 OH 嗰度加CO double bond 嗰度加 OH， 另外嗰邊 N 咧就加一個 H 加兩個 H 加翻整佢啦。呢边又系啦，斩开咗之后加 OH， 呢边咧加翻一个 H， 两个 H 加翻个正俾啦。好，呢、这个系啦，斩开之后 N 咧就黐一个 H， 两个 H 黐翻个正，呢边咧就加多个 OH 变咗 COH， 咁拉翻直佢咧，变咗呢个啦。OK， 好，呢啲可以自己做啦，斩开去，斩开去，斩开去，系咪一边加 OH， 另外一边咧就加两个之后再。整翻個正好喺個 N 嗰度，好呢、这個係啦，斬開去，斬開去加嘢。咁我發現咧就我印錯咗個答案嘅，就係164呢度咧，咁咧就呢度啊，應該就呢、这個係咪164咧？唔係，應該係166嗰個印錯咗個答案嘅啊，所以你抄翻166、162得啦，162即係。这个在你的我给你的答案是唯一一个错的，其他都啱晒的。OK， 好，跟住最尾那里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啊，最后一条了，那就是加 exit 是吗？那就斩开了之后加 OH， 这里加一个 H， 两个 H， 加上个正号给它，那就变成 ammonium 这只是吗？跟住就出这个 exit 了。那其他那些都是这样，斩开它。变这个和这个 ammonia， OK， 这个又是斩开了之后加回 OH X2 正，那就变这个了。 OK，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有 carbon 那些东西，行不行？那些是我们最想知道的。 OK， 好，那这份呢就好，接着呢就我们这份自己回去玩了，那就
啊，要拎出嚟睇多啲案例，你先至熟練呢啲嘅。好，跟住咧我就跳落去咧，就係、是，仲有咧翻翻去嗰筆記，頭先練咗22條公式嘅啫，係咪？好，跟住咧就同我跳落去最後啦。同我跳去咧，嗱，你依份嘅精讀筆記咧嘅最尾部分咧係咩嚟嘅咧？就係呢個 part three 啦，就係咧，就係你嗰個精讀嘅第幾版咧？你個精讀嘅最尾部分咧，就係、是、我特別將 organic 要你畫嘅圖咧就抄出嚟。好，第30頁啊，咁你發現咧？如果你細心啲睇咧，通常都係依一種圖啦，就係 hit under reverse 嘅圖啦，係咪啊？一係咧就做完咗 hit under reverse，hit under reverse 之外咧，跟住就嗱依個我自己作嘅簡寫啦嚇 ，hit under reverse 啊就依個啦，係咪 reversing 佢啦嚇？好，跟住咧就要做一個 simple distillation 去分翻去啦，一個 simple。distillation 要识画呢啲图吓，要留意咧呢啲位咧要有个接触位嘅吓，唔系一见过嘅。OK， 好，另外有一啲嘅反应咧都系嗱呢个啦，呢个都系 simple distillation 啦。OK， 好，咁你睇埋落去后面都系呢啲图咯，嗬啊，咁所以咧就。頂籠咧，仲有一幅啊！我呢度 show 唔到出嚟，我冇整埋落去。仲有一幅咧，就係揭去第33頁咧，右手面嗰幅咧就係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啊。所以基本上你成日畫嚟畫去咧，就呢三幅圖啦。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hit under reverse， 等佢反應唔好走曬啦。第二咧就係、是、simple distillation， 第三嗰個咧就係、是、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啦、啊、嚇。最尾嗰個就係 fractional distillation。OK， 咁我份精讀寫得好清楚，幾時用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幾時用 simple 嘅啦。嚇、啊，咁你可以睇翻咧第幾版寫嘅咧，又去睇翻第34、35版啦。啊，34版啊 ，simple distillation 咧就係佢哋個 boiling point 咧，基本上大過35以上咧都可以用啦，40至50。好，但係咧，如果係35頁咧。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嗰條長頸咧，就係大概10至35之間就用佢啦。個 boiling point difference 咁細過10都做唔到噶啦，大過35咧就唔需要勞師動眾咧，要用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嘅。OK， 好 ，OK 係咪？好，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唔咧嗱，我就唔跳落去嗰個 common 嗰個嗰度啦。啊，咁嗰個咧都唔係好難啫，你自己。跟翻嗰度嚟做咧，啊，睇翻個問題應該都 OK 噶啦 ，OK， 啊，咁所以咧，我反而咧就而家剩低嘅時間最後咧，仲有大概20分鐘到，咁咧我哋就去翻翻去咧，我哋紫色嗰個 MC 嗰度啦 ，topic 11，咁 topic 11咧，我哋又係啦，2016年開始做，咁咧你就揭去咩咧，你就揭去第19頁啦，啊，19頁咧就2016年嘅28條啊，依個係咪？好，咁啊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又係啦，嗱，睇下先，我應該咧去到而家幾多點啊？而家咧就係、是。4:49，嗱，我去到5:00咧，就去解嗰啲題目啦。所以而家去到呢度咧，有11分鐘啦，1分鐘做一條。咁你同我做由19版嘅2016年嘅28、29、31、32有幾多條啊？1、2、3、4、5、6、7、8、9、10、11、12、13、14、15嗱。2016、17、18咧有成15條到係咪啊？15、16條。好咁嗱，俾11分鐘時間你完成啊，講咗又1分鐘啊，10分鐘啊，俾你做10條。OK， 咁即係5點正咧，我就會同你講抽啲題目嚟講解啦。
咁有問題而家可以開咪問我又得。好，十分鐘時間完成。大概仲有五分鐘時間。
好，最後兩分鐘。最後一分鐘。五點啦，咁我哋最後，我揀咗大概六條同你講，好嗎？好，第一條咧就跳去2016年嘅第29條，咁咧依啲題目咧啲同學都係好驚，但係佢好中意考嘅。咁佢俾咗個 Monical Formula 你 C4H4O4 啦，係嘛？咁咧佢話咧有兩個嘅 COOH 嘅 group 喎，咁你知依個一定係個頭嚟噶。是不是 COH 一定是个头，它有两个、哦、我们计度下数先。如果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 COOH 的话呢，减了它了。咁 C4 减一个就是 C3 个的，是不是 ?H4 个减一个就是3个了、哦、O 两个 ,4 个减两个就是还有两个了。好，咁佢话有两个嘛，咁再减多一个，系咪啊？咁 C 三减 C 一咧就系 C 二啦，系咪啊 ？O 两个就同两个约晒啦 ，H 三个减一个就系两个啦。好，咁所以咧，我哋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有个 C 二 H 二噶，系咪啊？咁 C H 二可以系咩咧？通常用对称嘅谂咗佢先啦。咁咧就有依个啦，跟住咧就有两个头啦，就系、是、COOH 系咪 COOH 啦？好齐晒啦，四个 C 四个 H 四个 O， 但系唔啱 bond， 因为呢一度咧 CC 咧 form 三个 bond 啦 ，IQ 题啦，加多支棍就令到大家都加大皆大欢喜，唔使加 atom 啦，加翻个 double bond 喺度啦 ，OK 啊？好咁嗱，其中一个系依只嘢嚟嘅喎，嗱有冇留意有呢一只？同埋呢一隻係咪啊？嗱，呢只同呢只嗱，見到有兩個不同啊，係咪啊？有 two different groups， 係咪啊？呢、這個又係啦，嗱，所以依個 cis double bond 有兩個 groups 咧，所以嗱，依個就有 cis trans 嘅可能性咯。OK 啊，啊好，咁仲有冇第二個可能性咧？嗱，依度有 cis 依個同 trans 個咯，係嘛？不如我哋畫公仔畫出場啦。是不是一个呢就是 COOH， 是不是这个就是 COOH， 这个就是 H， 这个 H， 这个就是 cis， 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就是 trans COOH， 这个呢就是 COOH， 这个就是 trans。好，那还有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呢？那么它最长 carbon chain 呢就是四个，是不是可不可以变三个呢？是不是三个都是头尾来的、哦、好啦，但是三个去要四嘛，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 branch 来的。OK， 好，那么砌回去啦，这个是这个就是个应该一定有个 double bond 的啦，是不是？
好啊，咁如果 double bond 呢個 C inform 四個 bond 啊，剩低嗰兩個 H 就係佢啦。OK 啊，咁你見到咧有兩個相同係嘛？跟住有兩個相同嗱，依、这個咧就冇 trans cis 噶啦，冇 cis trans 噶啦。咁所以得一個可能性啦，所以依個有一個可能性，依、这個有一個可能性，依、这個有 trans 啦，所以加埋一加一再加一就係三個啦，所以 C 咧。啊、就是個答案咯，係咪嗱？見到我點樣做、啊、需要我哋好多時候需要有一種嘗試咧，去咁樣砌你先至做到咯。公開試題目好，另外一條咧就係2016年嘅沙爾啦。咁咧佢就問你呢、这、一個嗱，呢、这個其實是一個人造糖嚟個 sweetener 嚟嘅，係咪啊？一個代糖。咁呢、这個Molecule 啱啦，嗱，睇下裡面 ester 啦、chiral 啦、amide 啦，嗱，揾一揾有咩 functional group 咧？嗱，依個酸嚟嘅 carboxyl group 嗱，有個有個 amine 啊，係咪依個 amine？ 依個係 carboxyl group， 係呢個咧。这个是 amide， 这个还是什么 amide 呢？就是这个 N 呢不是两个 H 来的，有一个是黐了这旧东西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N substituted 的 amide 了。好，这个是什么来的呢？这个呢就是 ester 了，是吗？好，那你看到呢它又得一个 ester， 所以呢不是两个 ester 了，是吗？跟着你看到呢它只有一个 amide， 就不是两个 amide 了。OK， 所以一三都唔啱嘅，咁应该系二啦，系咪？好，二揾埋佢出嚟啦。啊，应该有几多个 carol center 咧？嗱，清一清画面啦。啊，咁你见到咧，嗱，呢度有个 C 啦，呢度有个 C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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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咪？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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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系咪？好，咁咧就每个 carbon 咧，啊，如果唔齐四个 bond 咧，即系收埋咗个 H 嘅。是不是这里收埋了个 H 的，收埋了两个 H 的，是不是跟着这里呢就收埋了一个。OK， 嗱，我将所有的 H 所有 bond 画返出来，我改一改颜色了。嗱，咁我哋就会搵一搵啦。嗱，首先第一样嘢，这个 C 呢就一定不会 chiral 啦，因为 chiral 亲嗰啲呢一定要是四个 single bond， 仲要四个不同㗎嘛，係咪呀？咁但係今次你嗰个呢係 CO double bond 呢係一个 trigonal planar 呢，呢啲就肯定唔会有 chiral 㗎啦。OK， 一定要全部 single bond， 有亲 CO double bond 都唔使理佢㗎啦。好，跟住另外这个有两个相同，是吗？两个相同呢又是不会四个不同啦，是吗？好，跟住呢就嗱，我睇下呢啲啦，呢啲全部都有 CC double bond， 是吗？嗱，呢啲呢都系嘅，呢啲全部平面嚟嘅，呢啲 fold 晒出局。benzene ring 嗰啲都唔使嚟㗎啦。OK， 呢啲全部平面。好，呢度有两个相同又 fold 出局。OK？好，这个 CO double bond O 又是平面来的 ,fold 出局。OK， 这个 CO double bond 又是平面来的 ,fold 出局。OK， 好，去到最后呢，去到最后得分两个啫，就第一个是这个啦。OK， 那我用另一只色。啊，你看到这个 C 呢有一个啦，两嚿啦，三，是不是三嚿啦，四嚿啦，是不是四个不同啊？所以这个呢，嗱，整粒 asterisk， 即是整粒星俾佢呢，这个就是 chiral 啦。好，另外这个呢我写漏咗，这个呢其实仲有一个 H 嘅，是不是四个 bond？ 所以你见到呢，这个呢就有呢嚿啦，有呢嚿啦，有呢嚿啦，同埋有呢嚿。所以四个不同，这个都系啦。所以呢这度系有两个 chiral center 系啱嘅。所以答案呢就系 boy。OK， 得唔得？你見到我點做？我唔係背佢，我而係睇住佢嚟畫花咯。OK， 好，跟住再落去咧，就係、是第廿六條啦。第廿六條咧有一個佢問你有幾多個 cis trans isomer， 咁你知 cis trans isomer 咧就係、是、首先
就有個 cis double bond， 第二咧就要黐住嗰個 c 咧，要依個不同，同埋依個要不同。OK， 好啦，望住咧嗱，淨係得呢個位同埋呢個位有 cis double bond 啫，其他嗰啲都唔係嚟嘅，係咪？依啲都唔係嚟嘅，所以淨係睇依度得啦。OK， 好啦，睇下咪兩個不同嗱，你見到依度有兩個 H 啊，咁即係依度咧係有兩個相同喎，所以依個都冇 transis。咁但系呢个咧就唔同咯，呢个你见到咧就会嗱，我将呢度爆翻出嚟啊，系咪啊？见到咧佢有 H， 所以嗱佢可以 H 同 H 啦，系咪啊？跟住依边个 C 咧，嗱我哋依啲人士唔系好识得想象去写埋佢出嚟啦，我呢度抄晒成嚿嘢去，咁咧就会系六 CH。是不是这样？好，跟住依边呢，嗱呢度抄佢啦 ,CX27 个是不是，跟住呢就 CO double bond O 啊，咁样呢度自己写啦。咁你见到呢啲呢个嘅样呢就係 cis 嚟㗎喇喎。嗱我将佢变第二隻色。咁你见到嗱呢啲 CCC double bond CCC 是不是，嗱见到呢个咁样，呢个就係 cis 嘅。咁你发现 H 呢喺同一边，或者嗰条长尾巴嗰两个喺另外一边。好，另外仲有一个可能性系咩呢，就系 trans 咯，我变第二隻色啦。另外一个呢就系将呢度写返，又系写返呢个框架，系咪呀，将上面呢个抄返去出嚟 ,CX2 六个 CH double bond CX2， 系咪呀，跟住嚟 trans 呢就要将呢嚿嘢咧就滑落嚟呢边啦，系咪啊？就系 CX2 七个，系咪啊？跟住呢个 CO double bond O 咁样啦，自己填埋佢啦。啊，净系呢个 H 同呢个 H， 嗱呢个就系 trans， 呢个就系 cis， 所以佢只有两个可能性咯，得唔得 ？OK， 好，咁呢条算出得钱咯，佢都好忍手噶啦。呢个就冇 trans， 呢个有啊嘛，有 cis trans 啊嘛，所以佢就得。两个可能性咯，系咪？就一个，系咪？好啦，但系如果佢连呢个都喐埋咧，咁佢就呢个有 cis trans 咧。如果呢个佢又整一个其中嘅 methyl group 咧，佢咪有 cis trans 嘅？咁呢个亦都有 cis trans。咁如果系咁样考嗱深啲啦，咁你就有 cis trans trans cis trans trans 咧，咁就有二乘二有四个可能性噶咯，得唔得？咁所以你要识得咧。咁、啊、你发现公开试咧都好均真嘅，又唔够得考得深，但又想考得深、啊、你见到佢就住考、啊、又唔够胆考得深得太离谱。OK， 好，跟住诶，我、哎、仲有四分钟，好，咁所以咧跟住就同我揭过去咧，好隔篱廿九题，好即系呢条啦。好，咁佢话有个 company 有呢隻嘢啦，佢问你呢隻嘢係啱嘅。好，首先第一样佢会 react with 呢个，咁好明显啦，就係、是、有 OH group 佢就会反应㗎啦。仲记得呢、这个会变呢、这个。所以你见到有 OH 个 OH group， 所以一係啱嘅。OK， 好，第二呢就係佢係唔溶喺水嘅。咁你见到呢有第一佢条尾巴唔係好长 ,short。第二呢有 hydroxyl group 可以 form 到 hydrogen bond。咁所以呢基本上呢句话唔溶喺水呢应该就唔好啱啦。OK， 好，第三呢佢 optically inactive 嘅。咁你发现呢你见到呢，我转第二隻色啦，我费事 delete 咗啲位置，我一路累积我写嘅嘢。咁你譬如呢个 C 呢，你发现有两个相同啦，所以呢个呢就唔系 chiral 啦。呢个呢有个 CO double bond O 呢系平面啦，所以亦都唔系 chiral 啦，淨系睇呢个啦。呢个呢有一个啦、两个啦、三个啦同埋四个唔同嘅嘢喎，所以呢个就系 chiral 啦。所以如果佢系有 chiral carbon 嘅话呢，咁即系话呢一隻嘢呢就系、是chiral molecule 咯，咁结果咧佢就应该有 enantiomers 咯，咁 enantiomers 咧就有正同埋有负，即系话左右手，咁正左右咧就可以将嗰啲 plane， 我可以背紧书啊 ，plane polarized light 咧就可以
向左旋同向右旋啱啱相反方向咧，依啲我哋叫做咩咧？依啲叫做 optically active 啦，啊，佢有 optical activity 啦，所以依句説話話佢 inactive 咧就唔啱啦。第四咧係有 ketone functional group 又係唔啱啦，因為咧嗰個係 aldehyde 嘅呢個。呢個是 aldehyde 的 functional group， CO double bond OH 呢個，咁所以呢個唔啱啦，所以答案咧就係 A 咯，好唔好？好，仲有做多一條啦，我哋最後啊，跟住點埋名先，好完啦 ，OK， 好咁樣咧就35條啊。好，35條，轉一轉色先，紅色嘅。好咁咧，而家咧就睇下边一个 correct 啊，好中意考呢啲嘢喎。首先有冇 ester 啊？咁嗱，睇下有呢个 functional group 啦，同埋有呢个 functional， 呢个咪 ester 嚟噶咯。啊，所以句说话系啱嘅。好，第二咧就最少有一个 chiral center 系咪啊？嗱，呢个一阵我慢慢同你做。OK， 好，做埋第三先，佢咧就会可以将 acidify。sodium 或者嗱，依個擺明嚇下你嘅 sodium dichromate， 即係 potassium dichromate， 因為 same group 咧 ，similar properties 啊嘛，所以兩個都係 dichromate acidify 咧，咁佢都係可以將嗰個 alcohol 嗰啲咧，啊，當然係 secondary 嘅 alcohol 啦。好，講埋依條我哋完啦，啊，咁咧就嗱，依個叫 secondary 嘅 alcohol 啦，係咪？咁咧就可以變咗做咧，用個 oxidizing agent 咧就可以變咗做 CO double bond O 呢只嘢啦。OK， 啊 ketone。咁我哋睇下有冇一個 secondary 嘅 alcohol 咯。咁你睇下依個得依個有 alcohol 啫。alcohol 依個 alpha 嘅 C 咧係有一個 C、兩個 C 同埋三個 C 為主噶。所以呢個咧係 tertiary 嘅 alcohol。tertiary 嘅 alcohol 咧係唔會反應噶。所以这个没反应的，所以这句说话是错的。OK， 啊，是不会 oxidize 它，并且不会变 ketone。好，那最后我们看回那个 chiral center 了，啊，因为这些，啊，见到我之前我这样跟你做。啊，当然你如果熟呢，你可以跳步的了。OK， 咁嗱，你见到呢，有三个 H 来的了，这个三个 H， 这些浮出局了。有四个不同先至 chiral 嘛，系咪啊？所以而家有三个相同，三个嗱，我唔写个 H 出嚟啦，啊，呢啲 H 嚟噶，得唔得？好，跟住呢个咧，见到啊，有一个同两个相同，哦，都系 methyl group 啊 CH3 哦，所以呢个又浮出局啦。好，这个呢个咧又系收埋咗两个 H， 呢个又浮出，有两个相同啦。OK， 啊，呢个得一个 H 嘅啫，嗱，呢个又系得一个 H 嘅啫。OK， 好，这个、呢个咧有两个 H 啦，浮出局啦，呢、这个有两个 H 浮出局啦。系咪？嗱，呢个咧，啊，呢个有三个 H 啦，浮出局啦。呢个两个 H 浮出局啦，系咪啊？嗱，呢个得一个 H， 呢个两个 H 又浮出局啦。OK， 好，咁数下咧，仲有边啲未被浮咧？咁浮剩嗰啲通常都系即系有料到噶啦。好，攞个绿色先。好，所以你见到咧，嗱呢一只系咪啊？呢一只。呢一隻係咪啊？仲有冇啊？仲有呢一隻 ？OK 嗱，呢個浮出局啦，三個相同啦。嗱，呢個唔使理佢啦，因為都唔係四個 single bond 係咪？又係浮出局。OK， 所以咧話呢個話最少有一個 chiral carbon 係咪？但係呢度我數到起碼有五個啦。咁所以呢句説話係啱啦。啊，所以頭先一二都係啱啦，所以答案就係 A 咯。好唔好聽啊 ？OK， 好咁樣咧就嗱，咁其他嗰啲嗱，其實。俾心機慢慢做咧，都係好正嘅。咁樣去温熟咧，嚇你哋嗰啲，同埋咧做嘅過程裡面咧，都係一個好好鍛鍊嗰個策略嘅。好，咁我哋點埋個名咧就完啦。OK， 咁咧約你約埋個時間先，唔好走住啊。咁所以咧，我就約大家咧就下個星期啊，啊我喺度寫啊。好，所以咧Christmas 之前。最後一次補課啦，咁跟住就唔聖誕節後啊，即係放完假翻嚟，我先至喺一月同你哋再補多兩次，咁就完曬佢啦。咁咧，所以咧就12月22號
得唔得？十二月廿二号即系星期几嚟噶？啊，咁因为廿一号冬至啊，咁所以咧就唔补啦。咁廿二号就唔系冬至啊，星期三嚟嘅。OK， 咁咧就晏昼同而家一样啦，三点三咧去到五点。啊 ，sorry， 唔好意思，讲错 ，sorry 吓，系因为星期三系第系下个星期一啦。OK， 就系二十号就系星期一。OK， 咁咧就三点三去到五点三。OK， 咁我会讲咩 topic 咧？我会讲 paper two 嘅 topic。13即是 industrial cam， 咁、啊、我就冇俾 MC 你做嘅，咁所以呢我会主力呢就讲返past paper 嘅、啊、paper 2嘅 past paper， 咁所以你准备返啦，我哋喺测验前我已经派晒呢呢个 topic 近呢十年嘅 past paper， 咁我会同你做返 industrial cam 嗰、啊、啲 past paper， OK， 好咁样呢就好点名啦。咁我会喺 Google Classroom 啊嗰度再正式写一次嘅。好，点完名咧就可以离开。咁咧就繼續俾心機做好嗰啲 past paper， 有問題咧就可以翻學校問我啦，問 Miss Chan 啦，啊，即係問多啲問題就會更好啊。好，咁啊，拜拜啦，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見，下個星期一，12月20號。